元一八九五年，满清帝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将台湾平和割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人啊时代。台湾人不愿受外来异族的统治，就安尼展开各种抗争的行动。在这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异贼，伊处置欺压百姓的官员，替人民出一口气。伊去抢、去拼，才会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济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大英雄。伊的名声叹全台，伊的故事同人知。伊就是传奇人物廖天丁。袂歹吼。哥正，低头等。是你。
请问しっかりしろ。今度こそ両店長を逮捕するぞ。ふん。はい。哈哈。
喂。哎。我知啊。
強者は。
我是在看鸟无点呢，低头等啊。廖天丁，你今仔日是自投罗网啊？啊？龙威死！廖阿杰。
好。
掉啊！干！